当互咱发财、赚大钱，啊，佫会当保全家平安嘛。嗯，啊，若安尼，是会当做无？小弟安尼我来接。金樹啊，啊，伊娶到迄个外籍的新娘，我伫讲啥，伊听拢无，啊，听累呢。啊，秀霞嘞，秀霞佫伊甲玉婷摕药啊，吼。若要安尼吼，赚较侪钱嘛无够用。好啦，你莫细细念啦，哎呦。歹势歹势，我拄仔伫甲我迄个囝讲话，啊，结婚吼一边是爱开偌侪钱呢？阿母，咱要食早顿吼，安尼爱目镜也拍起来，妈，老早。老早。我把这个起。哦，好。啊，刚刚要食啥？无，你要食啊？啊，迄个船啊，船啊，船啊，迄块有食无？嗯，我嘛唔知呢。哈哈，你到今天唔知伊在烧什么哦？伊在烧什么？正过去祖阿遐签六合彩啊啦。哦，啊，但伊在签六合彩呢？其实这个囡仔是袂歹啦。袂歹是你讲的，那会签六合彩就是无好啦。迄囡仔就是歹囡仔啦。唔通生气，以后要靠伊呢。阿妈，阮即马就是计甲你照顾啊，你唔免惊，无人互你挖苦。互我挖苦？你个翁真了在走路欠钱，啊你居然来互我挖苦？啊你个外国神哦，啊无得甲咱兜保庇啦。哇，这好找我倒来啊啦！啊，即嘛是几点啊？啊，你流到这水茫茫，啊，做到这落型的，啊，这是要，这囡仔是要安怎迄落啦？俊啊，我甲你讲迄日一遍，你都无咧听呢。我只是甲朋友出咧一下啊，尔啦。一下啊，伊毋是爱你，含你做伙，伊爱你的钱啦。恁爸安尼面乱趁，你安尼骨来敢开？你知影像我啦，去读册、做工课、趁钱较实在啦。其实哦，何必开钱伫查囡仔顶悬咧？查囡仔饲大汉，嫁人，趁钱互别人，啊，无要趁钱互我啦。饲查甫较差不多。阿妈，每一个囡仔吼，拢有伊的价值啦。啊，我签着四类的，我着好囝。我若好囝吼，我着照顾恁大家，照顾阮大家。啊！你毋着讲恁爸拢无咧甲恁照顾啦？哈！啊，我嘛开钱互你去娶迄个外籍个呢。讲的是真话。你上好较细致个啦，毋通规工共咱交你个朋友在外面底乌白费啦。你是安怎？你感觉咱兜善家足见笑个吗？我也无迄个意思啊。阿兄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！我足讨厌伊个，不管是吼，都叫一伙足高尚个款。伊只不过是一个查囡仔尔尔，你莫安甲伊计较吼。阿姨阿姨啊，你甲看，我有遐侪钱呢。阿俊啊，你哪有遐侪钱呢？我甲头个借个啊，遮侪钱，你若输我，你哪有遐侪钱通好欠人啊？袂啦，袂输啦，我有去庙里求名牌，袂输啦。啊，好安尼哦。遮侪钱呢，遮侪钱呢。主耶稣的圣名，你走。